耐寒的十大盆景树种。一、柏树。柏树的耐寒性较强，在冬季时能够耐受零下20度左右的低温。二、黄杨。黄杨也是比较耐寒的，最低也能耐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。三、黑松。黑松在未进入休眠期时期可以忍耐零下20度的低温，进入休眠期之后可以承受零下25度的低温。四、枸杞。枸杞树一般能耐零下15摄氏度左右的低温，它的适应性极强。五、白蜡。白蜡可以耐受最低零下20多度的低温，冬季放在室外有阳光照射的位置可以正常成活。六、黄金。地栽黄金最低能耐零下30度的低温，但盆栽植株只能耐零下10度的低温，所以盆栽要适当做保温处理。七、榆树。榆树非常耐寒，室外地栽可耐零下20度严寒，但小微型盆栽由于盆小土少，抗冻性能较低，过冬时应该埋土或移入室内。八、黄栌。黄栌一般可以在零下16度左右可以安全越冬。九、石榴。石榴树一般能够抵御零下15摄氏度的低温，低于零下15度就要适当给其做适当保温处理。十、山里红。山里红一般在最低气温零下34摄氏度以上的地区均能正常生长。关注我，了解更多盆景小知识。